领域的时候。啊，我这时候努力的目标好不好？其实黄兴界有一个很大特色，就是务实。务实。所以刚刚弟弟也有提到说，就是你刚刚好像很多个性上或想法上，你觉得有比较随和。我还发现哦，在台湾那一代人哦，搞政治的，好像他敌人最少，很少说他跟人家有什么纷争的。那你敌人少？啊，我这时候努力的目标好不好？